2023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四月开打，苏迪曼杯前最后的操练了，也要为苏杯找找状态，队伍进行最后的状态调整。中国队名单已经官宣出炉了，男单陆光祖、石宇奇、李诗峰、翁宏阳二三，女单陈雨菲、何冰娇、王芷怡、韩月，男双刘雨辰、欧选义、杨伟坑、王昶、何继廷、周浩东、任翔宇、谭强，女双陈清晨、贾一凡、张舒贤、郑宇、李怡静、罗徐敏、刘胜舒、谭明二四，混双郑思维、黄雅琼、冯彦哲、黄东平、蒋振邦、魏雅欣、陈星辰、方慧。亚锦赛是个人赛，我们全主力阵容出战，一千大分的比赛退的不会多的，看看替补的娃们能不能赶上。苏迪曼杯是5月14日，亚锦赛是25日至30日，打完亚锦赛还有半个月休息调整，所以健康打球，不要有伤病出来就行，尤其是几个绝对主力，这也是我们能派出的最强阵容了。加油吧国羽，燃起来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。